习主席在天地通话的时候勉励我们是中国航天战线上的无数的攀登者奋斗者的代表，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和鼓舞。在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进行太空漫步是我的幸运，更是一种幸福。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